我至少得带你活着回去。就凭这半吊子的枷锁，你也挺努力的。原来是这样，你也一样，但你只是残次品。问题。你现在不是 MBCC 的局长，是接受停职调查的嫌疑人。不想被进一步拷问的话，就在这里坦白吧，告诉我你见到的黑幻的一切。但不是全部。 B2004 活动期间，你在黑幻内失联，同期MBCC 内所有与你枷锁相连的禁闭者多次发生暴走，同时，而且是全部。你做了什么？你的副官和禁闭者都认定是你破坏了 B2004， 你怎么做到的？我们在现场只找到了一个男性禁闭者的残骸，他身上有过被深度侵蚀的痕迹，但侵蚀他的东西已被强制剥离了。卓亚去了哪里？你所说的遗产又去了哪里？还是不肯说吗？这种态度会对你很不利。我们知道有一个地下组织试图在城邦内制造黑环，第四城内最冷血的特务在盯着他们，不死不休。你得想清楚，越是对抗，你的嫌疑就越重。要是有人认为你跟黑环背后的家伙有什么联系，到时候审问你的人可就不是我了。别端出你在管理局的那一套，现在是我在审问你。来谈谈 FAC 对环特别战斗部队 N7 小队队长，编号036。你在上一轮审查中承认自己受黑环影响，精神混乱，误杀了036。这是你在所有的审查中最坦诚的回答。你向他的亲属表达歉意，我想这是个不错的切入口。接下来回答我们进一步调查时发现的问题。尸检结果显示，036的致命伤是污染结晶穿刺心脏。现场调查和窗口分析都很清楚，那并不是他自己扑进尖刺中。很明显，事发突然，036站定在原地，被极具攻击性的环污染结晶刺穿了心脏。
有什么操纵尖刺杀了他？解释一下吧。这种情况下，你为什么会说自己误杀了他？从你对他亲属的反应看来，你不像在包庇别的真凶。那么，是036为你挡枪了吗？还是说，操控了环污染刺穿他的人就是你？说，你为什么能操控黑环内的污染？你说过那是黑环的主人受害者才有的力量。那也只会让黑环单方面摧毁你的精神，你有什么能力反过来影响他？哼，别找这种理由了。我们从 FAC 启动这个计划开始就一直关注你，我们知道你有巨大的风险，这次不过是小小的预警罢了。你跟黑环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？你跟受害者，跟那个遗产，跟黑环背后的势力有什么联系？回答我的问题。你想说什么？就在这里说。你还没坦白自己的一切，就妄想得到我们的信任？这种人才落到你们手里，真是暴殄天物。结束这无聊的审查吧，从现在起，他是我的了。你好，新人。我叫兰丽，第九机关的负责人，是个特务，也是你要的能画点事的人。我知道你瞒了不少东西，但不要紧，我喜欢你的提案，非常喜欢。事不宜迟，出发吧。去你想要的现成的黑环。应该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吧。给你的资料都看完了吗？那就放一边吧，我跟你说重点。我们到了。
说他是第一黑环并不准确。入夜84年内海大爆炸才是黑环的起点，是 B2000。但这确实是第一个在人口密集区爆发，至今也没能完全控制住的黑环。对，23年前，秀河是风景秀丽的秀河，嘉年华是全城市民最爱的狂欢游乐园。黑环爆发的那天，正是迪斯嘉年华重启庆典的第三天。那天人山人海，男女老少都来追寻梦想和快乐。内海大爆炸后 ，FAC 用了5年时间控制住 B2000， 慢慢带迪斯城走出阴影。重启迪斯嘉年华也是为了恢复市民信心。那些老古板们也是很努力了。可惜没人能想到，黑环不止一个，不止在内海。嘉年华开幕第三天，最热闹的日子里 ，B2001 爆发。当年屏蔽技术还没成熟，经过了几轮爆发 ，FAC 只能放弃秀河，借用整个河谷地势拦截污染。这里就变成了现在的模样。好了，介绍到此为止，你要小心。直到今天，我们的嘉年华还很受欢迎。嘉年华，让我去嘉年华，让我进去。让我进去。离他远点。别急着勉强自己，我能从那种地方把你捞出来，自然也能捞出你的部下。记住，你是个长官，保护好自己是你对他们的责任。长官，死翼在攻击反黑环基站， FAC 的支援部队不可能及时赶来，他们还在奇兰广场清理黑环残余，那里的死翼牵制了太多战斗力。那就趁机卖他们一个人情吧，你要一起来吗？做做秀就行，我会在报告里好好渲染，帮你在 FAC 的老顽固面前刷点好感。这个副队长去吗？我不会让他。今天脸书买单有事切换，谢谢。爱的强烈，你会感谢的。长安决战。
为什么把局长带到这里？他才经历过黑环，又被关了那么久，身体从未得到恢复，为什么还要带他来这么危险的地方？局长回去后，难道不会被……不用担心，第九机关办事不需要他们准许，只有特务找别人的麻烦，从来不会反过来。真的吗？你有一群很可爱的部下，很忠诚。别推开他们。哼，提个醒罢了，我挺喜欢你的，作为过来人，给你点建议。别抱着你那点小秘密把自己关进禁闭室不出来，你一个人背负不了全部，尤其面对这种。我感受到了特别的观众，不一样的观众，你是来看我跳舞的吗？清扫结束，切换至家用模。这一趟肯定能捡不少好东西。我来介绍，那是首位被公开的禁闭者，狂恶警，迪斯城邦有史以来最传奇的舞姬，蛊惑的缪斯哈梅尔。根据残存的监控影像，入夜89年6月27日12点39分，哈梅尔进入嘉年华，13点10分。嘉年华内检测到狂恶级禁闭者暴走，同时第一黑环爆发。用你的经历举例，它就是这里的主压，1201原爆点，嘉年华黑环的主人。是来看我跳舞的吗？你们都爱着我，对吗？我好开心，我也爱你们。这样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。广场黑环只存在了一周，在你眼前的可是23年前的第一次生黑环，这里的人状态当然会不一样。你们也是来看表演的吗？他是目前已知的最强启迪禁闭者，拥有群魔幻象的能力。秀禾的死意都因为他而陷入疯狂。
只是最近半个月这种情况未免太多了些，他很少能这样走出来。如果 B2004 行动报告是真的，那么要破坏黑环就得消灭哈梅尔。不喜欢哈梅尔吗？为什么不喜欢哈梅尔呢？是在欢迎你啊，我们一起玩不好吗？这里太黑太冷了，我们一起去嘉年华不好吗？别想靠近他。他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？的确，他原本就是个沉默寡言的人。在哈梅尔最负盛名的时候，网络论坛就流传着他精神失常的说法。像要证实这一点一样，哈梅尔最后一场演出在大舞台上愣着站了半个小时，然后晕倒。这之后他消失了两年，直到 B2001 爆发才回归公众视野。怎么样，有点都市狂恶传说的味道吧？我不保证年代久远第九机关还没建立呢，但我可以确保那会是相当棘手的敌人。要击败他的本体只能进入黑环了。长官，很抱歉，这个女人坚持要跟你对话，她……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把局长带到哪里去了？别激动，副官小姐，你的局长就在我旁边，放放风，他可精神多了。是吗？那就好，请告诉我您的位置，我立刻来接您回去。我不会让您再被审查了，也绝不会让您落到第九机关手里。确定要这么做吗？这可是你们局长的提案，他要挑战第一黑环，破坏他。你不觉得这才是洗清嫌疑的最好方式吗？你们在秀禾？局长，您不能去，广场黑环对您的冲击还没有完全消除，您也差点命丧其中。
而 B2001 造成的伤亡数是广场黑环的30多倍，太危险了。黑环背后的势力已经开始行动了，他们不会放过一度破坏黑环的人。你能护他到什么时候？要他坐以待毙吗？是你在鼓动他。听我说，局长，第九机关无权强迫你，我已经在操作程序为您澄清事实，反驳质疑，您不需要冒险做这种事。您不信任我也没有关系，但请不要再让自己陷入险境。交代完了，非去不可吗？保护你是我的任务。这次你枷锁没连着那什么受害者，黑环也就不会影响我们了吧？到时候进去别乱摸。你跟我想的一样，是个有趣的家伙。这次行动如果能活着回来，你不如调来第九机关吧。他不会离开管理局，他是我们的局长。说的也是。NBCC 的家伙们都很可爱，要是死在这里就太可惜了。说吧，你需要什么？除了人我都可以为你准备，我也得珍惜部下的性命。别惦记太多，这可不是能三心二意的任务。专注你的目的吧，我要的自己会找上门。局长。我没有需要你做的事，但确实也有一点点最后的交代。我理解你有苦衷，宽恕你的算计，允许你有所隐瞒，也乐意帮你达成你的目的。作为回报，我只要求一份忠诚。这颗子弹已经锁定你，如果你敢背叛迪斯城，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他都能要你的命。一队目标清除，行动继续，不要放松警惕。
这都是什么？环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？黑环呢？那个哈梅尔呢？还有那么多从秀河冲进来的怪物呢？欢迎各位来到无尽的爱与欢乐之地。嘉年华游行就要开始了，嘉年华游行就要开始了。局长，小心。这难道只是个机器人吗？有人来了。狂欢，狂欢，这是属于迪斯城的狂欢。灾难已经过去，天堂重新降临。伟大的城市啊，痛苦和恐惧都已过去，希望和欢乐留在这里。伟大的迪斯城，伟大的迪斯城，最美妙的表演就要开始。谢谢哈梅尔，谢谢哈梅尔，给我们幸福，给我们爱。哈梅尔，哈梅尔。从外面看根本不是这样。赫卡蒂，我们被传送到什么别的地方了吗？还是说我在做梦？这不是梦，而且我们正被巨大的狂恶包围。不会错，这里就是黑环。可这跟广场那块差太多了，就连辛迪家随便哪个路边都比这凶悍。这是自卓亚诞生的环，包括时空物理在内，一切规则都受他的意志影响。这是他的领地。那些人哦，
所以这些家伙全都是死意变的吗？果然都是幻觉，是禁闭者哈梅尔的能力。玩的东西，要再试一次吗？回去吧，这不是你能来的地方。这个乐园不属于人类，不属于你。哼，多亏了无敌的我。能给我什么惊喜呢？回去吧，人类不该踏入这个乐园。他是人类，而且不是幻觉。回去吧。无论多少次，你都无法到达他身边。是的，哈梅尔，美丽的哈梅尔，温柔的哈梅尔。一只舞就能俘虏所有人，所有人都需要它，所有人都追寻它，所有人都爱着它。他的舞蹈创造了嘉年华，包容了所有人，可唯独不肯接受我，不接受人类。我来见他，我想找到哈梅尔，我想见他，我还想再看一次，看他跳舞，可他不见我。我永远也走不进这个世界，我再也见不到他。离开，乐园不属于人类，停留只会迷失。迷失在去见他的路上，而你永远见不到他。这老头也是个傻子，说话神神叨叨的，他也感染狂恶了吗？黑环里的狂恶者坚持不了这么久，他看起来在这里滞留了很长时间，也许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。更像是游戏里村口带路的村长老头，跟门口那个傻玩偶凑一对，一个揽客，一个劝退。现在怎么办？问不出来东西，进不去园子，能掉头回去吗？
要我们保持能力发动状态，混进游行。两个禁闭者的 M 值都很高，使用能力期间还出现大幅上涨。说我们像怪物是吧？哎，没所谓了，能起作用就行。但你怎么办？听着不怎么有谱。不过试试也不吃亏，大不了再被推出来，反正那些家伙也不会攻击我们。演出快开始啦！演出快开始啦！哈梅尔，哈梅尔，哈梅尔的演出快开始啦！他们好像没发现。局长，你出了好多汗，没事吧？挤出去，我可不想重来一遍。这法子不行，烂透了，不准用。我说不行就不行，你还想变成之前那个鬼样子吗？黑环这样的鬼地方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？谢谢你让我感受到我还活着。这些人的衣服真是土爆了，连十年前的穷酸新地下都不如。天气预报，天气预报，今天是6月27日，晴朗，晴朗。让我们欢庆灾难的离去，希望重新降临。接下来迪斯城的天气都是晴朗，晴朗。Thank you.
梅尔，跳舞吧，让我再见他们。我想再见到他们。我害怕。哈梅尔，你在哪里？我好害怕。我又做噩梦了。哈梅尔，我要见哈梅尔。抚平一切的伤痛，给予所有人爱与希望。哈梅尔的表演就快开始，一起来，一起来。新的希望，再也不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迪斯城将永远晴朗。不是，我怎么感觉我的脑子晕晕的？幻觉变强了，说明我们正在接近嘉年华的中心。跟着游行，一定能找到哈梅尔。坚持什么？小心，他和其他玩偶不一样。为什么要坚持？那么害怕，为什么要坚持？你是谁？你也要赶我们走吗？我的名字是恐惧。清醒的人类不该进入嘉年华，你们不该来这里。无忌希望你们离开。小心。没有攻击欲望，这个傀儡为什么要来？人战胜不了自己的恐惧，只有哈梅尔能让我忘记。我不会让你们打扰哈梅尔。你们没事吧，海拉？不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没有，我才不怕。接下来我该怎么做？危险！这又是哪儿？赫卡蒂，你们在哪里？这里是奇莱。
安广场，卓雅的黑环。我怎么会回到这里了？036，念，把它变成了怪物，是你们扭曲了一切，你们歪曲了新迪迦，你们把它逼成这样。在这里，因为你遇到危险，你需要我。别去他那儿，那是怪物，他会伤害你。跟我走。他不是怪物，他亲口说过，我们都不是怪物，他不会伤害我。那你为什么在害怕？我害怕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只是没见过他这副样子。海拉，人是无法战胜恐惧的。哈梅尔，哈梅尔，演出就快开始啦！哈梅尔，再也不用害怕，再也不用逃跑。再也没有噩梦。今天的演出马上开始，请尽情欢笑。对的，副院长。是被幻觉俘获了，他不是故意那么对你的。可是，局长，我们追得上吗？我们又回来了。
乐园不属于人类，停留只会迷失，迷失在去见他的路上，而你永远见不到他。谢谢你让我感受到。只要能保护我爱的人，清醒的人类不该进入嘉年华，你们不该来这里，无忌，希望你们离开。回去吧，乐园不欢迎人类，执着只会迷失，他不会见你，永远不会。非去不可吗？不，不是这样的。我没有，我才不怕。不要！局长，你还好吗？你还要进嘉年华吗？我没事，我服从局长的命令。我来保护你，走吧。你们见不到他。欢迎来到嘉年华，欢迎来到嘉年华，表演马上开始啦，表演马上开始啦。这是幻觉的迷宫，我们找不到前进的路了。明白，那就……你是谁？你们也是来看表演的吗？我也好想看哈梅尔的表演啊。我知道他在哪，我知道他在哪。跟着我吧，我们一起去看表演。跟着我吧。局长，怎么办？
焰石污染。我知道你，你叫苦痛，你也来看我的表演吗？我来阻止你，你不该污染乐园，也不该伤害无忌。污染？伤害？怎么会呢？这里是我的乐园，我就是你们的武吉，我一直在等你，等你们来找我，可你们一直不来找我。啊，我们需要的不是你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明明那么喜欢你。你们也该走了。局长，离开这里，回到你们的世界，这是无期的希望，不要打扰他创造的乐园。
为什么要执着？为什么不放手？放手吧，尽早尽快，在陷得更深之前，这样到了被夺走的那天，至少你不会那么苦痛。你只是不明白，但有人明白。不，我不觉得痛苦，这种感情我早就舍弃了。那就放手吧。我不放。看吧，你根本没有舍弃，就是因为舍弃不了，你才无法逃离苦痛。回去吧，乐园不属于人类，停留只会迷失，迷失在去见他的路上，而你永远见不到他。清扫结束，切换至我至少得带你活着回去。欢迎来到嘉年华，欢迎来到嘉年华，欢迎欢迎。回去吧，离开这里，停留只会迷失，迷失在去见他的路上。这是哈梅尔的乐园，他不想见你，你就永远见不到他。你一个人又能做什么？不要，不要去，求求你。回去吧，他也希望你能回去。求。
就你。回去，你乐园不欢迎你，哈梅尔他不会见你，你要一个人去。重要的人，我也一样，我也想带他回来。想再见到他，我想再看他跳舞，拜托你带他回来，别让他孤单一人，我本不想让他孤单一人，我想向他道歉。观众来了，要开始跳舞了。久违的新鲜空气吗？演出开始了，哈梅尔为我们跳舞了，好美，好温暖。我回家了吗？我是在做梦吗？触碰我，哈梅尔，让我感觉自己还存在。
有谁来了？有谁来了？你是谁？为什么闯入他的舞台？为什么打扰哈梅尔？人类，你是人类？回去，人类！不要靠近哈梅尔，不准伤害哈梅尔！请进行欢笑吧。伤害哈梅尔，哈梅尔，哈梅尔。放弃吧，你无法打扰他。不过是幻境中心凝聚出来的思念幻影，并不是你的同伴。这是他的舞台，我们深爱他，守护他。孤独一人的你，战胜不了哈梅尔。接下来我该怎么做？我会给大家坚持下去的动力。我是无期的守护者，我的名字是空虚。不需要，你什么也做不了。何况现在，我更想安静地看他跳舞。你也一起吧。很美，对吧？只要看到他的舞蹈，
内心就能重回平静。他们只是被自己内心的阴影俘虏，只要你答应我离开，我可以送你们回去。只是你们都这么难过了，为什么不留下来看看他呢？哈梅尔抚慰所有人，平复人们的痛苦和恐惧，他总是这样带我们走出阴影。也许吧，其实我记不清了。恐惧傀儡忘不掉恐惧，他躲在自己的壳中逃避噩梦。苦痛傀儡忘不掉苦痛，他靠自我惩罚苟延残喘。我却什么都不记得，只感觉一切都没有意义。逃避也好，挣扎也好，当巨大的灾难到来时，人类所有的骄傲都不堪一击，无比脆弱。如果有过大爆炸，那他留给我的只有空虚。来嘉年华的人内心都有黑洞，我们只是想要暂时的忘记，想要用这些彩纸、音乐、狂欢填补的。填补不了，再热闹也只是别人的欢愉。喧嚣的乐曲一旦停止，我们又只剩下自己，甚至更加空虚。不能终止狂欢，我们要永远狂欢。可狂欢并不能替代失去的一切，恐惧、痛苦、空虚、疯狂，所有情绪不断地涌动着，涌动着。我们越想遗忘，就越深陷其中。慢慢的，连自己的模样都记不清了，只有那个空洞在不断放大，不断放大。我知道，能救我们的只有他。迪斯城最美的舞者，真正的天才，他就是艺术本身，是所有人追逐的对象。有人给他准备最华丽的舞台，昂贵的鲜花美酒将他簇拥，他被抬到云端。可即使如此，他仍爱着我们。我们无法言说的悲伤，无法表达的痛苦，他都能理解，他感同身受，用舞蹈代替我们哀诉。在嘉年华最疯狂的时候，天上泛起红光，人们狂欢着，厮打着。我看着自己的身体逐渐扭曲，我以为一切要在疯狂中结束时，哈梅尔，他来了。他说他会留下来，他愿意为我们跳舞。这以后他从未停止，一直跳着，为了我们而跳着舞，治愈我们的恐惧、痛苦和空虚。是他结束了那个红色的地狱，他创造了美丽的嘉年华。舞姬不需要被问候，她只要跳舞就够了。我们做她的观众，我们赞美她创造的乐园。那又怎么样？我们早就见过破灭，这世界本只有疯狂，是她把我们带出了深渊，只有她能给我们救赎。我好怕，噩梦又回来了，我好怕。
好孤独啊！我迷路了，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，帮帮我！为我跳舞吧，我们爱你。我们只有这一点救赎了，不要夺走它，否则不管是谁，我都要将它驱逐。有人想伤害哈梅尔，是你的同伴吗？我不会让他们走。今天演出马上开始，请进求欢秀吧。模式切换，行动雀跃。这边飞行道具吗？我在。今天演出马上开始。你不该靠近他。醒醒吧。那就是他再次成人。三十代休息好，你不敢靠近他，就是你们逼我的。再次成人的形态，三十代，三十代，就是你们逼我的。这种形态启动，那个形态启动，再次成人，你不敢靠近他。谢谢有感受到。局长，您先请。哈梅尔，为我跳舞吧，哈梅尔！给我快乐，给我美梦，让我沉醉嘉年华，所有人沉醉嘉年华。哈梅尔，你看，他治愈了我们，救赎了我们，他不会舍弃我们。不，哈梅尔会治愈这一切。不，哈梅尔不会对我们做这种事，他在保护我们。带来污染的是别的东西，那不是哈梅尔。不，这就是哈梅尔。哈梅尔就在这里，乐园不能终止，我们所有人都会保护他，保护哈梅尔的嘉年华。恐惧，苦痛，你们为什么会在那里？回来，我们要保护哈梅尔，保护哈梅尔，保护嘉年华。哈梅尔想要那个男人。
放心，玩偶们，玩偶们越来越多了。可以打破幻境，我会保护哈梅尔。反正你也救不了他们，你只有一个人，你无力战斗，无力对抗。对了，你也来就好了，你也加入游行，跟我们一起沉浸嘉年华，就能再见到他们了。这就是哈梅尔的仁慈，他也会治愈你，让你不再孤独。乐园就是他的愿望。什么？哈梅尔在为我们跳舞，我们要保护他，我们在保护嘉年华。一起坠入地狱，不好吗？你不记得我了？是我，哈梅尔。我是哈梅尔呀。你说的对，还不是他不让我出来，他总要我回去睡觉。可我也想跟他跳舞，想跟大家一起快乐，我也想要大家的爱。不要紧，我马上要自由了，亲爱的，我会来你们身边，我来爱你们，我给你们真正的乐园。我无处不在，我才是黑环的主人，这里是我的狂欢。没用的，那只是个幻影，被设定好的执着。哈梅尔舍不得他们受苦，他会永远跳下去，直到终结。不！这是我们的乐园。驱逐他！驱逐他！谁也不能破坏我们的乐园。
不痛吗？在这里使用这种力量，你已经很累了吧？还看得清眼前吗？干得不错，回去庆祝吧。没事了，海拉，有我在。他不能伤害你，没有人能伤害你。待在这儿，留在我身边，哪儿也别去。待在这里，哪儿也不去。别想那么多，你已经很害怕了，不用勉强自己回去。回去，回哪里？他呢？他被我推开了，那是会伤害你的怪物，你也很清楚。你见过他最真实的一面。我从没见过他那个样子。好可怕。是的，你根本不了解他。那个人很危险，我们要远离他。留在这里，就在我身边。只有这里，你无需恐惧。你还在担心他吗？谁？是谁在说话？他也在找你。为了找回你，他一个人拼命战斗。他遇到麻烦了。喂，你说清楚啊，他到底怎么了？海拉，你怎么了？我要回去，那个猪头果然惹上麻烦了，我要回去救他。那不是你认识的他，那是怪物，是会伤害你的怪物。你不怕他吗？我怕。99暴走咬我的时候我也会怕，你们都抽风成那样了，我又没吃雄心豹子胆，怕一下怎么了？我想起来了，他是为了救卓亚才被搞成那样的。那时他看起来那么陌生，不是因为他变了，是因为他在被折磨，他受了好多罪。我从没见过他那么痛苦，而那都是他为救朋友承受的。他从没变过，一直都是我认识的大笨蛋。我要回去救他。你不能走，你的心根本没恢复宁静，他很混乱，很不安，你在害怕。我那是在生气，啥都做不到，气死我了。那可是我的朋友，我海拉从来都要保护自己的朋友，我就是这么保护99的。我想起来，99他绝对不会让我抛弃朋友。顶着他的脸对我说恶心话。我不会让他的。今天演出马上开始，请先放下吧。再次重演，你不敢靠近他，这是你们逼我的。
发出弹，还是停下炮。这是你丢的，这是你丢的，你炸弹，再次狂言，你别激我，发出弹。啊，舒服多了！哼，小样，比真人差太多了吧？99哪有这么弱？不过，没想到他们还能在这里出现。该说这幻觉无所不能呢，还是说你多少有点用处？没想到还有要指望这玩意儿的，带我去那家伙身边吧。那家伙惹的麻烦那么多，没了我可怎么办？必须回去。一队目标清除，行动继续，不要放松警惕。完工之后，记得陪我喝几杯。我知道这是幻觉，你让我看这些是为了让我跟你一样痛苦，但这没有意义，我不会感到痛苦，放我回去，我的任务是保护局长，那才是我存在的意义。我不会制造别人的痛苦，我只唤醒他们自己的感情。我早已舍弃了全部感情，再说一次，放我回去。如果真的能舍弃，你也不会来这里，是你自己留下。局长要深入黑环，你本该跟随他去任何地方，他的命令是你存在的唯一意义，可你怀疑了他的命令，没有跟上他，你停下脚步留在原地，所以他才不得不独自向前，一个人深陷危险。你不想保护他，你在质疑他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没有怀疑命令，我想保护他，哪怕要付出生命也要保护他。可我已经知道了，如果他进入黑环，我将保护不了他，跟上次一样，我没办法保护他不受伤害，就像现在一样。保护他就是我存在的意义，可我太弱小了，只能这么做。对不起。你停下了脚步，他才独自涉险。如果我能阻止他，他就不会遇到危险。多余的判断，你只要服从命令。保护他不受伤害也是命令，我要服从哪个命令？我做不出选择，我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。要保护他，没人给我正确的命令，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再怎么烦恼，也都是为了命令。我没有可以被你动摇的感情。你错了。如果是过去的你，只会服从当下的命令。如果命令发生冲突，你会停止行动，直到上面修正给你可以执行的指令。可现在的你，却在犹豫。挣扎，你想理解他的决定，想分担他的痛苦，你想陪他，支持他，却又担心他，害怕他受伤。你为自己的无能和弱小焦虑，
急着寻找正确的答案，这不是命令会带来的东西。对你而言，太多了，太复杂了。舍弃过感情的你，早就失去了处理他们的能力。你是说，那个手术没有用，我又出现了多？这样不行，这是错的，我不该动摇，也不能犹豫。帮我，如果又有了多余的东西，帮我再舍弃掉他们。我要执行命令，我不能被困在这里。你舍弃不了的，困住你的，是你自己的心。不要，我不要这些，放我回去，放我去保护他。我不要被妨碍，这些感情我全都可以舍弃。你不用舍弃。赫卡蒂睁开眼看着他，这不是幻觉。他没有力量，却还要进入这里。失去你们，还要继续冒险。他做出了错误的决定，才会不断的倒下。但他总会再次站起来，继续战斗。这样的他，很没用吗？很弱小吗？局长他不弱小，他一直很坚强。支撑他坚强战斗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这也是多余的感情吗？留下，你还有多余的感情，你去了也没有意义，你只会……梦魇，打败他们！我不会让他们走。今天的演出马上开始，请进行欢笑吧。你是谁？为什么会知道？我只是听到了你的心。去吧，你的感情已经困不住你了。接下来，我该怎么做？我一直都在等你。Go go go！
机上去着什么迷啊？又被揍成猪头了吧？爷爷我这么猛，用得着你上吗？乖乖等我回来不行吗？我还以为你要死了。不是这样的，是你救了我，战斗还没结束，这次我不会再让你受伤了。跳舞吧，无期，给我们爱与救赎，为我们跳舞。是那个禁闭者的能力，他就是哈梅尔吗？果然是可怕的敌人。不要打扰，不要破坏我们的嘉年华，我们的狂欢。哼，真蠢，一群胆小鬼，我已经不怕你们了。给我命令吧，局长，我不会再逃避了。我还以为跟卓亚那会儿一样，干掉他这黑环就碎了，结果还摸不到人，跟个立体投影似的。是不是还得找到电源拔了他才能停下，这假的游乐场才能消失？他坚持不了多久，很快就会结束的，我们还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幻境结束的瞬间，这里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，又会出现多少敌人。行吧行吧，那你做准备去，我累了，要看姐姐跳舞。如果只是幻觉的话，其实还挺好看的，以后估计也看不到了。
姬不需要被问候，她只要跳舞就够了，我们做她的观众。你做得到，毕竟你不一样。你并不孤独。这个声音，他是幻境里指引我的人。哈梅尔，是你吗？哈梅尔，游行结束了吗？我能见你了吗？精神异常案例都在向 B2001 方向移动，已经有人在冲击秀河隔离带了。23年都没发生这种事，为什么会突然暴走？是 MBCC 那个家伙，他在10分钟前违例进入 B2001， 然后就出了这种事。他果然跟那些家伙有勾结，目的就是破坏 FAC 的防御，解放 B2001。这种说法毫无根据，你甚至找不到环内发生意外的证据。局长是去破坏黑环的，他一定还在战斗。与其盯着 MBCC 不放，不如做好你该做的，加强秀河防御，别让受影响的市民进入。你，第九机关呢？人是他们送进去的，黑环背后的势力是他们在监视。那个女人没有任何解释吗？那个女人刚刚
去接了会议通信。忙着呢。FAC 那边如何？监听员发来消息 ，B2001 防御网络出现数据异常 ，E112 号屏蔽基站附近均有巨大波动。就在刚刚，有人进入了黑环。哼，我就知道。上次我有别的要忙，这次可不能再错过。该会会老朋友了。这次，姑且感谢你帮我破除这虚假的幻境，已经没有人能妨碍我了。该工作了。去迎接自由的海吧。一队目标清除，行动继续，不要放松警惕。